16号晚间呢，电脑大厂举办了尾牙，业者特别请来姐姐谢金燕压轴演出，一连飙唱4首歌，让全场员工嗨翻了。 尾牙场要发达，怎么能少了谢金燕？电脑大厂去年业绩开红盘，砸重金请姐姐来当压轴尾牙嘉宾。 从小听到大的一首，大家一起来，Let's go！一连唱了4首，还翻全场，谢金燕堪称尾牙人气王，当之无愧。 记者李秋来扫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 同样气氛很嗨，美国人气摇滚乐团魔力红拍 MV 出奇招。 December 6, 2014, we're gonna drive across LA and hit every wedding we possibly can. It's gonna be awesome. 穿着帅气西装发下豪语，美国知名摇滚乐团魔力红主唱亚当跳上车扬长而去。婚礼现场，一群人拿着工具冲入架设舞台，当所有人都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，惊喜登场。 现身，甚至还现场演唱，新人激动尖叫，宾客不敢置信，气氛马上沸腾到最高点。最后团员们动身赶场，通过秘密走道穿越厨房，制造另一场婚礼惊喜。 乐团突袭洛杉矶多场婚礼，把现场民众惊喜的好物画面制作成这支超壮的MV。大明星近在咫尺，像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甚至还免费举办演唱会，不但吓坏一票新人和亲友，更乐的粉丝尖叫连连。 短短不到3天就创下惊人的1800多万点阅人次，魔力红一连突袭7场东西式婚礼，肯定在新人和宾客心中留下永难忘怀的惊喜和回忆。记者姚慧文在报道。